还是爸做的好吃啊。约法三章啊，雨洁，你给我记住：第一，要公平对待，不能厚此薄彼；第二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，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；第三，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，哥一定揍他。何子秋啊，追求李叔了，哇！张老师太有眼光了。什么张老师？李尖尖没跟你们说吗？钱婆婆给李叔介绍了个对象，当老师的，特有文化，看起来贼有气质。哎，我怎么没听爸说过呀？李叔好像不太喜欢。我爸怎么说啊？说是不合适，那还不是没看上。我爸是不是个颜控啊？觉得他就喜欢长得漂亮。我觉得爸不是，很有可能。尖尖的妈妈就长得漂亮，你妈长得也漂亮。我也是啊。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，我真不长见识了。我跟你说起做菜了，就没完没了。张老师，你可千万别。哟，这怎么都回来了？哥哥今天休息。啊。啊啊！这位是张红英老师。哎呦，你就是尖尖吧？啊，哎呦，长得可真漂亮。哎，你爸爸说呀，你长得像妈妈。嗯嗯，张阿姨好，你好。别我爸太沉。哎呀，太沉了，你别拉。哎，薇薇，你别拉太沉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张阿姨，你我爸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这两位帅小伙，哪个是子秋，哪个是凌霄啊？哎呦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啊，张阿姨，我是子秋。凌霄。哎呀，真好！哦哦，哎哎，你们坐，你们继续吃，你们继续吃。嗨，你们爸爸呀，答应我教我做浇头。哦，行啊，我爸做什么都好吃，以后有的您学。好，我呀做饭不怎么行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的特别好吃，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。好啊，好那。张老师，这样，要不你先去后厨把那个料备上，就是我刚才路上跟你说那个。哦哦。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。那好，那好，那你们聊，我先去忙活忙活啊。一会儿就去。这孩子真好。什么呀什么？你就去人家吃饭了？就是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都一起买菜了？你这少挤眉弄眼。我们就是在菜场碰到的。哦，偶遇，偶遇。那可能以后你天天都有偶遇啦。妈，他有儿子呀，俩呢。那你儿跟他结婚之后，吕先生不又多俩哥哥了？不住一起没关系吧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同意了。你就你们同意不同意的？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我知道知道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就先处处看嘛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你瞧你那样吧，这。哎呦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上了点岁数，怎么就不能喜欢啊？就不能拥有爱情啊？别把我当小孩了，会有的啊。哎呦，爱情！哎呦，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候就不会谈爱情，到这把岁数更别谈了。其实现在挺好，我跟和平一块儿啊，搭伙儿。借力过日子，挺好的。嗯，哪里好？我爸就是撒手掌柜，只给钱，您能借到什么力？哎，有钱男子汉，没钱王八，没钱汉子难，是吧？你年轻人，你不能小看钱啊，钱还是很重要的。再说了，
不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吗？李爸，我跟我爸不一样。如果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的话，我优先照顾家庭。真是，真好！你说这孩子真好，你说谁嫁给你，那得幸福死。所以李爸，啊，你就放心，把钱交给我。我放心，我当然放心。不是你们俩就。放心，他们俩如果煮得好，我篡位。什么篡位？那叫补位。补足。这。爸，哎呦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们自己看着办啊，自己看着办。自己看着办。海涛哥，我这料都备好了，来吧。行，稍等。我爸马上来，马上来找你，快点啊。你别笑，你先说，先。爸爸，我比你快。你快进去帮阿姨弄一下那个什么料啊！我们吃完了直接回家，你快走，快走。你跟我说，你快听。其实我哎呀，疏通一点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！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，我好说歹说，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，气死我！他不就这样，死要面子？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，咖啡店又不盈利，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很简单，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。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想知道？来撒个娇。看什么？家里有没有别的人？黑老板，再来一遍。在家。哟，你们俩在啊？哎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衣服脏了，我回来换一件。林佳，给我买个膏药去。是我常用那牌子。啊。好，我现在去。你这样看着我吓人。你跟林霄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回事儿了。什么就这么回事儿？你这从小就爱缠着林霄，你不会之前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，我发誓。那怎么回事儿？虽然没有，但是我哥这人品、这长相，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，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？也是，我以为你会双手双脚赞成了吧，但我看你这样子，好像不是很开心哎。对凌霄，我是100%满意。我说的是他那个妈，他那妈对咱家。说不喜欢那是客气，那是相当厌恶。哎呦，这他能同意吗？